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今天收看我们加拿大 EDM 与尼加拉瓜学院今天我们做的加拿大 Colister 的直播。我是加拿大联邦移民顾问Dylan。那我们公司有三个移民顾问，我是其中之一的一个移民顾问。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Niagara College 的学校代表 James。Hi James， 你好。你好 ，Hi Dylan。可以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大家好，我叫 James Maurer， 我中文名字叫莫尔，曾经在中国大陆武汉大学学习，现在在尼加拉学院国际部担任这个东亚区经理的职位，也非常高兴今天能参加加拿大 ADM 的 College Fair。非常感谢 Dylan。好 ，Before we get into the PowerPoint， 我想问你一下问题哦。你们现在 Niagara College 里面台湾学生有大概几个名额？有几位在读吗？去年就是2020年，这个或者2019年的，大概就是50名台湾的学生。我想问你一下啊、哦，你有没有去过台湾？去过，你最喜欢去台湾哪里？那应该就是台北。台北 ，OK， 还是台北，对。Night markets， right？ OK。Night markets， 然后这个吃的，太多好吃的啊。餐厅嘛，对。OK， 好。OK， so now 我现在要让你来开始你的 PowerPoint， 然后跟我们的学生来稍微讲解一下Niagara College 一般的基本资料。我觉得啊，就在一开始呢，我们一定要讲清楚这个 university 和 college 最大的区别。我觉得这个开玩笑的一个图片在这儿，其实也特别能够说明最大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说要上一个摄影课啊，在大学呢，那就是看这个所有的课本啊、历史啊、什么来源呢、啊，这些都要分析啊，写一个论文。但是在 college 呢，可能老师第一天就是给你一个单反相机，说好，那我们开始摄影吧。然后慢慢在实践的过程中也了解这个理论的东西。但是我们说呢，这个尼亚加拉学院，或者说尼加拉学院，或者尼亚瓜拉，很多不同的反应啊。有时候我就是顺口说这个尼亚加拉。我们就在尼亚加拉大瀑布旁边然后这是每年接近2000万个游客都会到这边来旅游，所以这也是加拿大最大的一个旅游点，是北美第二大旅游点。另外呢，当然我们离多伦多非常近，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我想问一下，从你们学校的附近的 community 到美国，最近的是 Buffalo， right？ 有 Buffalo， 也在对面有一个叫 Niagara Falls， 也是叫 Niagara Falls 一个小城市，也是在那边。Niagara Falls， 从你们学校到 Niagara Falls 大概多久时间？20分钟，15分钟，对。其实你们学校是挺疗愈的，就是说如果当人生不易的时候去看一下大瀑布，就是或者是考试有压力，可以就是马上去学校附近看一下你们的那个大瀑布。因为基本上每一个国际学生留学生来加拿大的时候，他们都会去尼加拉瓜瀑布。对对对，然后其实有很多同学呢，他们选择住在Niagara Falls 这个城市，因为当然是一个旅游的城市，他们打工机会就是更多，饭店呢、酒店呢、这个餐厅，各种购物的地方都是有机会，我们的学生去那边工作然后他们住在那边，然后来学校上课也是挺方便的，这个公交车在整个地区都是打通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学校的一些基本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有100多个不同国家的国际学生都是在我们学校学习，所以我们的这个多元文化也做得非常好。那总共呢有3500多个国际学生，那当然这是去年的数字，今年
因为有的学生在线呢，这个数字会有不同的，但是在平时的时候，那就是3500多个国际学生，全部的全日制学生有12000多，都是在两个校区，然后他们可以上100多个不同的研究生证书啊，这个本科或者最大的就是这个 college diploma。那我们说到了，就是有100多个不同的科系，不同的这个 program 可以选择。那当然说那么多啊，没有这么多时间啊，所以我就是分类啊，三大类。首先是我们的强项，强项是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些科系在其他的学校也可以找到，但是呢，我们的学校是做这些科系最强的，我们这个 program 在Niagara College 是最棒的。我们可以看是酒店管理、旅游管理、国际商业、烹饪管理、早教和工商管理，都是在我们这边非常非常强。尤其是这四门啊，酒店、旅游、国际商业和烹饪。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开始聊的时候已经说到了，学校是要协助当地的经济，要协助当地的这些公司呀，这些大 company 在这边，所以我们可以了解 Niagara Falls 都是围绕着旅游行业。那当然游客他们要吃饭，所以烹饪管理，他们要旅游，那当然就是旅游观光管理，对不对？还有要住宿，就是这个酒店管理。好，那说我们学校的一些基本的这个服务啊，那服务都是免费，然后我们最大的一个责任就是一定要给国际学生安排好，所以也会发现在我们学校只要来到我们的国际部就可以享受基本上一个通讯，所有需要的问题啊都可以解答，比如说学习指导啊、课外辅导都是免费安排的。那么宿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宿舍其实是这种两室一厅所以自己有自己的卧室，但是这个厨房啊、洗手间都是公用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当然可以安排这个寄宿家庭，这是很多同学会选择的，因为我们的宿舍它的这个床位有限。那么寄宿家庭的话是一个月要850加元。租房在这边，你如果自己合租一个别墅，然后里面有4-5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卧室，但是这个厨房什么都是公用的，这样的一个租房模式呢，大概在这边就是500加元一个月。那宿舍的话现在这个因为这个疫情期间我们不提供这个双人的选择，所以单人间呢，就是说有自己的卧室，现在是在差不多800-900一个月所以宿舍可能是最贵的寄宿家庭当然也含这个三餐，所以他们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会提供食材啊，也会做这个晚饭。还有一点就是说，很多学生他们可能是觉得说，哦，但是我现在语言这个门槛还没有过，对不对？学生也可以线上读语言吗？你们的课程？可以啊。然后正好我们这边呢，尤其是这个9月份、1月份，基本上每2个月都可以开始我们的语言课程，然后都是在线现在。所以对，并且就是说，当如果你报了英语课程的话呢，学校就会给你条件是入学，所以就可以帮你提前占好你的这个科系的名额。如果你没有报英语课程，那你就要等到你有雅思成绩或托福成绩才能够报名。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当你好不容易拿到了高分的雅思的时候，才发现说学校它的这个名额已经占满了。所以我们都很建议我们的学生要办理加拿大留学的时候可以报名几个月的语言，这样就可以先用 conditional offer 的方式办理签证，也可以把那个名额拿下来，对不对？对的，同时申请，在我们学校可以同时申请
语言课，一个专业课。那语言当然就是发一个正式的录取，然后第二种呢，这个专业课呢就是一个预录取，对，有条件录取。那这个问题哦，学校会帮忙找工作吗？很多台湾学生说啊，我很担心就业的问题。我觉得帮忙要看怎么帮，对不对？帮是肯定要帮，但是也不是说我们介绍工作，就说啊，好 ，Dylan， 你要去这个地方工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这也是每个公司要自己做决定。但是呢，我们可以帮助安排简历，帮助学生知道怎么寻找这个就业信息，怎么去面试，怎么做一个 cover letter， 怎么 follow up， 对不对？就很多的细节都可以讲解一下，但是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尼亚加拉地区是一个加拿大最大的一个旅游点，所以其实我们的台湾学生，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他们能说中文，也可以说英文，那各个商店呢，这个酒店都是非常欢迎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来给他们打工。因为正好他们是在旅游行业，所以他们要面对各种来自世界各个地方说中文的人，那正好你们可以帮忙的，所以很好找工作。对，所以真的就是说，如果在你们学校读一些酒店管理，或者是读这一些 wine 的 program 的话，其实不怕找不到工作，因为你们20分钟的车程就是一个世界超级大景点。对对对，现在可能没有多少人在那边旅游了，因为现在是美加边境的关系。不然，通常每周末，哇，我去的时候人都好多，因为那边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casino。因为在其实没有几个 casino， 在温哥华基本上有好多的 casino 都在市中心。嗯，在安省的话，像多伦多也没有太大的 casino， 大家的话特别到尼加拉瓜那边，所以呢，很多国际观光客、留学生跟加拿大当地的那种 family trip， 他们周末的时候都会安排到尼加拉瓜那边去度个周末，然后去看电影、吃东西、看尼加拉瓜瀑布。所以呢，他们的需求人才真的是还蛮强烈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们想要读旅游管理的话，尼加拉瓜Niagara College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毕业工签是保证的吗？Dylan， 我知道你也刚刚你比我更了解这些，但是肯定没有什么是保证的，不能说100%。但是呢，在尼亚加拉学院工作了8年，只要同学毕业，从一个2年的学习，包括2年的这个专科 college diploma， 或者一年的演文加另外1年的演文，也是2年的学习，我认识所有的同学都是顺利拿到一个工作签证。没有错，所以在加拿大移民法他们有说，如果你是读1年的课程，那你之后就可以拿1年的毕业工签，如果你是读2年或3年或4年的课程，你也是拿3年的工作签证而已。那其实像刚刚 James 讲的，基本上加拿大没有任何东西是保证的，但是呢，你是 be eligible，就是说你读完2年之后你是有资格申请的。当然你申请的时候你不要 就申请正确，你不要乱填表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记录，没有诚实的跟政府申报，那就可能会让你拿到的工签的资格就取消掉。但是如果你是按照程序申请，没有做任何错误的申请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对，所以那毕业工签是可以让国际学生留学生来申请的。留学读完书的移民的机会，那其实在加拿大有很多种方式可以移民。其实加拿大有超过80种方式可以移民到加拿大。如果你用创业家移民，就算如果你是体育明星也可以移民，就是任何的移民的方式都可以。但是呢，一般留学生他们比较会走的就是联邦的Economic Immigration Program。可能是例如是最常说的是经验移民 Canadian Experience Class。 那很多省份他们也有自己的省提名，叫做 PNP 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 那 PNP 的话每个省他们会依据他们这个省想要有的人才，然后来留他们，这样当省
提名核准之后，那联邦政府就会核可你的那个 application。 那我们以安省来讲，如果说你今天是在 Niagara College 毕业的话，没有错，你可以走安省的省提名。如果你的 job list job title 是在一些安省的一些职缺名单上面的话，那就可以马上被邀请到。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在 Niagara College， 因为想要在就业率上面想要特别对他们的一些葡萄酒课程或者是酒精管理的话，可以去那边读。那你之后拿到的这个毕业工签是全加拿大都可以去的。比如说如果今天你在尼加拉瓜学院他们的这个课程很有名，你读完了，你也可以来到多伦多，你也可以到温哥华去工作。那也变成就是说很多省份他们也对于如果你有当地工作经验的人，他们也会特别给你一些benefits， 甚至你可以走他们当的省提名。For example， 你可以去 Niagara College 读完书，你也可以去 Nova Scotia 工作。工作完一年之后呢，你也可以走他们当地的省提名 Nova Scotia Experience。你只要符合0AB 类别的这个工作条件之后呢，基本上在3-6个月之内就可以马上被当地的 Nova Scotia 省被邀请，然后6个月之内就可以完成加拿大移民的手续。所以呢，其实很多学生他们可能都不太了解省提名的资讯。所以呢，如果你们有任何关于留学移民资讯的话，都可以跟我们的说中文的台湾团队来联系。好，那最后的 Andy， 我想问你一下，有没有什么一些advice 想要跟我们一些 future 尼加拉瓜学院的学生讲？不好意思，我觉得首先呢，早申请，早申请，对，不要等到最后，最后可能就是没有机会进入你最理想的一个科系啊，所以先早申请，讲好位置，然后和我们的专业人员在加拿大 admin 一起做这个加拿大移民申请，对对对对。怎么安排？然后呢，就是大家一定要乐观，一定要知道这个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对不对？不管是在线或者下线，或者如果是这种 hybrid， 大家一定知道这也是一种技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因为现在很多公司他们也会认识到，哇，我不用住那么大的办公室，大家都在家里工作啊，我们就是这样的在网上开会啊，完成任务，也是会很多工作的地方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在上学期间多熟悉这种线上的课程，线上完成工作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一定要早做好准备啊！对 ，everything it gets better, right? It gets better, yeah. Hopefully, 这个疫苗在年底的时候就有了，所以明年初的每人就可以打一打，然后就可以一年之后 everything will go back to normal. Okay. 今天特别感谢James 来自尼加拉瓜学院来参加我们的 Canada College Fair。之后如果学生们有任何关于尼加拉瓜学院的咨询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来做咨询。那我们都会做完成的留学移民的咨询 for all the Taiwanese and Hong Kong 的学生。好，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边为止了。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James. Thank you. Thank you, everyone. Have a great day, great evening. Bye-bye. Hope to see you soon.